大家好哈，我是杨弟，今天帮粉丝来拿一只捷克罗素梗哈，离得比较远，这是宿主刚到，走，看哈，就这两条哈，两条小工，看到没有？精神头都可以哈，非常欢实。疫苗三针都齐了，三针疫苗齐全的哈。三针疫苗齐全。这个类似于红头哈，然后另一条好看，看到没有？花色对称，头顶宝石。拿出来这一条给大家看一下哈，你给我抱一下过来，给大家看一下，看到没有？开脸开的好看，花色也好，头顶宝石，素背哈，看到没有？基本上是纯白色的背，尾巴跟带黄哈，这只也是小公，漂亮哈。然后大哥是想要这一条哈，一个人一个眼光，大哥是相中这一条了，这个接近红头哈，接近满头，一个人一个眼光哈，精神头都可以啊。看到没有，这是大哥说的不方便放出来哈，这种狗跑着好看哈，定格了你都放出来吧。好的好的好的，看到没有，特别欢实哈，两条都不错，都是小公，疫苗齐全的，要是能出来跑跑就好看了哈。我还是相中那一条了哈，大哥是要这一条，看哈，这简单的细小罐装都是一道杠，健康的哈，咱马上拿走哈。大哥，广东大哥要的这一条哈，然后这一条头顶宝石的还在哈，特别漂亮。因为咱来一趟不容易哈，宿主开车接近三个小时。还有没有喜欢捷克罗素梗的哈？喜欢的可以给主播点点关注哈。特别漂亮，看到没有哈？是咱刚才拿的捷克罗素梗哈，两只都是小公，这一条是发广东哈，很快。然后重点说一下这一条，兴奋度高，看到没有？这一条小公还在哈，头顶宝石，特别漂亮哈。然后离那个养护家太远了哈，所以说咱把这只公的也带来了哈。有喜欢捷克罗素梗的，可以给主播点点关注哈。这是春库发货实拍，漂亮。